道，他都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然后呢？然后他会不会觉得、嗯、为什么这个人最近不爱我了，神神秘秘的？哦、是你搞真的？可是 key again 真的，你看一下就听懂了，我说到关键的地方了。爱或不爱，女人跟女人之间是不需要你的。就我觉得他很有理，你一定会觉得怀疑。而且男的有秘密的话，真的从那就很长一段时间打电话也不接，发短信也就过了很长时间才回，就开始有点怀疑，就是不是有点变了。그래서화도몇번냈었어요。所以也生了不少的气。这样吧，我们先看一下那当时的情况，好不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感受一下。好紧张，好乱啊！我现在害怕，待会儿太多人了，怎么办？现在他们车其实已经可以到来了，但是这边好像还没准备好，车都不敢往山里边靠。辛苦了，拜托各位，拜托各位。那么多人呢、啊，真的表傻了。失去世界也不可惜，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好紧张，好乱啊！我现在。被放逐天际，只要你珍惜，那与我唯一，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我觉得蔡琳完全没有想到，我觉得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当你听到歌曲，看到他走过来的时候，你知道他要干什么吧？然后你的心情怎么样？그전에산리둔에서지지친구를본거예요근데그친구가덩치가되게커요산리둔에서머리를하고있는친구는지지친구는他体型很特殊一眼就能看出来当时有一个他朋友在那儿就是迎他往那个位置上迎他的那个男生特别胖的一个男生戴眼镜的他说哎你在这儿然后那男生哦这儿有个活动你们快看看跟他说了一句这么个话哥们说这卡棒哥们说把我的包什么的全抢走了我就자꾸만저런거다앞으로밀어요이렇게然后就开始推我然后往前点너여기서울수리는거예요还有定点就是你给我站在这儿就是一直在推我거기를在想这是什么样的时候音乐就已经响起了그음악들이제가평소에좋아하는중국那些音乐都是我平常爱听的音乐那个子期有在那个现场唱歌吗有唱 I believe 你们唱几句好不好好 I believe 是吧、I believe 시간겨드어지마이대로이별은아니겠죠 I believe 나에게우는게나조금멀리돌아오고니겠죠지나가그게연수있어내가나로라고게하면눈물안만들죠
子琪是一个意外惊喜，他设计过的。那对于这个求婚，你准备好了没有？사실은저희가이제사귄지는그때당시얼마안됐다고많은분들이걱정을하셨지만저희가나이도어리지않고因为我的年纪也不小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俩相互的信任感特别强，而且最重要的原因是见到子琪的爸妈的时候，那种家庭给我带来的那种温馨与爱，彻底的把我征服了。所以那时候一定要决定嫁给他。那时候已经没有。那天就是采访刘烨的时候，我觉得他说一句让我忽然对异国恋有一个新的认识。他说。我觉得我太太她不是个外国人，虽然我们可能语言不通，但是我跟她的朋友相处就觉得她的朋友是外国人。哎，我觉得挺奇妙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对于他们而言，爱和这种双方在一起的这种家庭氛围，让他们有在一起的欲望，语言已经。